茶来，快坐。哎呀，行了行了，找地儿坐着啊。哎，快快快快坐快坐啊，马上开会了。哎，老贾呀、啊、赶快坐地吧。哎，小崔坐前面。哎，小雨你坐边上就行啊，快快。哎，小江啊，你坐后面啊。啊，一会儿开会啊，不要交头接耳啊啊，做好自己笔录啊。没有，不知道。开会了，同志们，同志们，大家该记住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新中国的第一部艺术片就要在我们手里诞生了。同志们，这的确是件高兴的事，我和大家一样高兴，但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拍出来。但是咱们一定能拍出来，对不对？对。我也相信能拍好，但我们必须把困难估计足，这毕竟是第一步嘛。下面咱们是不是一项一项讨论一下？先说一下编剧，陈博尔同志谈谈。于敏同志可是下了很大功夫，他在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才写出了这部反映工人生活的影片。这是工人第一次成为一部影片的主人公。第一次啊？对，我知道于敏同志写剧本很辛苦，他在松江省一个医院改成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的本子。这是个什么故事？给我们讲讲吧，玉敏同志，给大家讲讲。讲讲，那我就讲讲。故事发生在1947年，解放战争正在激烈的进行。这时江桥段，小香啊，小香啊，小香啊，什么时候上我车呀？我冷啊，伤口冻得疼啊。同志啊，这里江桥没修起来，两头货车都被接不上。同志，你忍着点吧。用了8个月时间，没有拍过长故事片的年轻电影人把这部电影鼓捣成功了。几十年之后，书写电影史的人把这部电影称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开门的，开一下棚灯。你坐这干嘛呀？不是开会吗？你也开会？是啊。哎呦我的妈，吓死我！此时，东影已经从黑龙江兴山迁回长春，接收了这座几乎成为废墟的电影厂。在这里，他们将为电影《桥》召开总结会。总的来说，桥基本上是成功的。为什么不是完全成功，也不是失败呢？因为它大部分是好的，最主要的部分也是好的，小部分还存在缺点。这就是东北局的结论。这是组织上的结论，现在该咱们自己总结一下了。哪个部门先谈一谈？哎，宋杰，你先谈谈吧。对，你是场记，天天都跟着导演，早该让人家谈一谈了。宋杰，投产的地方就是哈尔滨市16棚铁路工厂，就在他那个车间里边，不搭什么布景，就你这个车间原封东西都别动，你白天生产60炮，你生产你的，我们去体验生活。你夜里边不是都工人下班吗？休息吗？哎，
我们您把那衣服都脱下来给我们工人给我们演员都穿上，穿上以后呢就演戏。场记到底是干什么的，宋杰也不是特别清楚。我跟着这个王斌转，他转哪儿我就转，我也不懂他想的什么，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反正不敢离开。他想出哪个要定下来了，他就叨叨咕咕说，他说我就赶快记下来，记完我还怕忘了，明天说我记下来没用啊，还得要，这都是演员台词啊，演员的得背下来。跟着导演转是第二位的，找到演员来演这个电影才是第一位的。1948年的东影连技术人员都没有几个，更别说演员了。第一个主角这个戏叫梁日升。怎么老记着我看病吃药呢？鱼本子在的时候吃的什么住的什么？找这个谁演呢？王佳怡。王佳怡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等一等吧，他没演过电影，但是这儿来呢就让他当主角，不但当主角还是让他当这个摄制组的支部书记。你看他自己感觉拍电影我就够压力了，怎么又来这个支部书记摄制组里的事儿，多繁杂呀，这些人也不认识，那各行各业的什么这组那组的什么反正他也得管。可不怎么活得赶嘛，前方要的紧啊。这男主角有了，还有男配角呢。男配角是个老猴头，这个老猴头啊也是个主要角色，在戏里头他起很主要作用的，被歌颂的一个工人。谁呢？选的陈强。有房子吗？大哥，你不也都认识呗？我老头子是那边上木茂的人来我。王斌这一点是看得非常准的，他就在你有你的特点，你准能演好，我相信。再一个厂长，要选个这个，这是也是配角之一吧。戏是主要，但是他不是主角。哎，就找吕班吧。吕班30年代演过电影。烟火因死火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肚子吃不饱，每天起早不。厂长，厂长来了。怎么样，好点了吧？好了，哎，不要下来。厂长，喝水吧。你看着孩子啊，我去挑担水来。好，你忙你的去吧。接下来就是于洋啊，于洋他是青年小伙子，在伪满映他演过，他是个儿童，他演过儿童片，在伪满他是小孩嘛。他演过电影，所以这次呢就让他演一个进步工人。那就看你怎么干。日本子在的时候，我一天给他上了2个螺丝，赶下班的时候，我再给他拧下来，那不也是一种干法呀？于洋是整个长春围困的时候，围困到里边了，他没有出来，最后他是跟着普克他们逃出卡子。就是所有身上的东西就是空空如也，就是两个人出来了。部长，你太辛苦了，我们也学会了。部长，你该歇歇了。我每天跟工人们在一起练钢，学习他们。在当时说一开始看到浪花出来有点害怕，他后来完全跟真的工人一样的。跑出以后，他们知道我们在哈尔滨排这个桥。那时候我们主演并不是于洋，后来他去了以后改变了，叫于洋演的主角。我穿的衣服都是当时的青年工人的衣服，我把我的衣服脱了给他，他给我，当时衣服里还有虱子，但是那个时候对虱子不是很可怕的，那叫革命虫。然后就选一个这个部长，铁道部长，就是拍板的要修这桥，他批准才能修这桥。这个人是谁就选他。长相上有点像个干部，那时候也看不出来，18岁哪能像干部。反总之反正这是一个比较蹊跷的事儿。那么后来这我这对这个但是这个公众部长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通知你哪部分的？铁路总局工程部的。啊，工程部长啊。第一个镜头是把我在派坐在我的小卧车里边，前面那是警卫员，我坐在我卧车里边，机器放在这儿，那时候机器不像现在没有声音，叫帕宝，一开始就突这样子，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不想好像还不来神了似的。啊，后来从这近景开始拍摄，坐小汽车，我这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小汽车。哎，摄影部门谈的吗？我听说呀，咱们这台老的呀的日本摄影机，有个什么新称呼，叫帕老包。啊，对对对，帕老包就是帕包杰。包杰，他负责开关机器。那时候不是这样吗？他这个程序是导演喊预备。完了，开始是这个大助理去开机器，他也过分紧张，大概是，这个有这么几次，他一喊开始，他本来开了，突然又关了。可不，就这么几个破风转子，几天的功夫就想转五万多眼，真他妈邪门。所以后来大家就给这个包杰起了个名，因为这个摄影机的型号牌子不是帕尔包吗？所以大家就说这个摄影机帕老包。其实人包杰也不容易，整个片子人家都是用手摇拍摄完成的，是不是？拍外景的时候-30来度，嘎冷。对，机器动都不转。就一开始行军那段。对，就是那段，机器不转了怎么办？他就愣是用手摇一个格一个格拍摄完成，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敢于面对问题。那包杰同志为啥首要拍摄啊？批评包杰，那是因为他的助手孟庆鹏瞎拆机器。批评孟庆鹏，他把那不该拆的他给拆了，拆了看，那玩意儿能不白瞎吗？那马达弄坏了，不转了，手摇了。我们说的是包杰，又不是孟庆鹏。再说了，孟庆鹏为什么拆机器？就是因为他想拆开来研究，对不对？那就是算研究呢。我们开的是总结会，怎么成了辩论会了？啊对，那我们就说另一件事儿，就说那个钢花飞溅那场戏。那段有个同事出了个主意，在底下铺一层水。好主意啊！他为了让那钢花飞溅的效果出来，那钢花飞溅的效果真出来了，把那包杰同志给点着了。生牛犊不怕虎，拿个机器就冲着那钢花唰就拍一拍，哗一溅起来的时候，哗，这包杰的衣服棉袄都着火了。好，他的助手那是苏小岩，长影的，可能他认识，拿这个大棉袄弄湿了就给他捂上去了，捂到那包杰身上了。我那个棉袄上面啊全是眼子，全都烧得哭，就是那钢水崩过来的钢花，从这个眼儿里边一直到里边，那个棉袄就成了那么千疮百孔了。好，这棉袄也着起来了，这巨物也急了，怎么办呢？又拿一个，这个时候就得苏小岩衣服也着了，然后这巨物拿个大棉被弄湿了，又捂到就苏小岩身上，苏小岩呢就在那边也不动，反正就等着这个拍这钢花时间，一直拍，王斌这眼瞅着说 cut。1948年10月21日，被围困了7个月的长春解放了。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的西边，孤零零地耸立着几座没有被炮弹炸毁的厂房。这是一个电影厂的摄影棚，它属于将要从黑龙江迁回长春的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桥摄制组也跟着迁回长春，在破旧的厂房里继续拍摄。
哎呀，那时候造的很多，甚至那个剪辑室里头，那就是那阵都大小便都有，所以都收拾，那是很艰苦的，就是我们刚一进长春的时候。这是抵达延安并且进入延安鲁艺室的王斌，在这里他将导演他的话剧作品，还将在这部话剧里遇到一个叫做李莫愁的女学员。对于演话剧，李莫愁有着说不出的紧张。我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很紧张。这个他就开导我一些吧。就是你演戏吧，你就不要想你自己嘛，你就想戏里头那个人嘛，演戏就忌讳紧张啊，你要松弛。接下来的谈话就渐渐离开了话剧，在王斌的宿舍里，他们谈人生，谈理想。李莫愁对王斌有了一些好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烛光的映照下，王斌的眼睛如此明亮。他说：“你看看，背后那个墙上，那个剪影，你看像谁？”我站起来，我这么一瞧，哦，这上面还有这么一个剪纸在这儿，剪得很精致的，黑的头发，挺长的头发。另外就是，还有那个脸上是画的红的，好像是，剪的那下巴颏稍稍有点往里去一点，因为侧面呢，我的缺点就是这个，所以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说像谁？”我看了我就笑了，我说：“好像有点像我。”王斌得到了他喜欢的姑娘川妹子李莫愁，跟着他在延安搞戏剧，又跟着他从西北来到东北。在这里，王斌接到了拍摄一部长故事片《桥》的任务。这不是工人题材吗？写工人支援这个，支援这个部队的嘛。这工农兵题材，拍，王斌就接了。让剪接师岸富美子好奇的不仅仅是王斌喝下的口罩，还有一个时刻不离手的杯子。だけどそれは自分で言ってました。毎日ねこうコップにねこうお酒が入ったのを持って部屋に入ってくるんですよ。でそれをこう机に置いて。で時々飲むか、私はお湯を飲んでるんかと思ったらね、どうもお酒の匂いが部屋がねするから、私がポージェか誰かにあれはお酒って言ったらそうだよって言ってて、そしたらワンピンさんがね、これは私はこれがないと生きていられないと、でこれがないと仕事ができないと。岸富美子不知道的是。王斌的身体因为常年奔波和陈年的旧患，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酒才能让他忘却痛苦。这个王斌呢，这个人自找苦吃的，他这个创作过程实在是个痛苦的过程。别的人不了解他，所以他就喝叫他喝酒啊。1960年，受尽折磨的王斌在长春去世，年仅48岁。整整有30年的时间，他就是这个每天啊吃饭对他就是一种磨难，是吧？我同他在上海，有的时候我们没饭吃，就吃有点钱就吃那个牛肉，他喜欢吃牛肉锅贴，那个东西多难嚼，那个牛肉多难咬啊，他就几乎是囫囵吞吃。每次吃饭都累一头大汗，我很同情他，是吧？我吃那个水果，吃的花生啊，崩脆，是不是？他就非常羡慕，他说：“这听你那个声音，我就觉得很想吃，但是我不能吃。”
乔的总结会还没有开完，下边该谁发言了？哎，咱们那个断桥那手法用的是什么呀？缩尺。对，缩尺。缩尺嘛，缩尺就是透视关系，这两种结合一块呢，就高到这个演员的后身。你要实际那么高呢，这棚里就不够了，所以就降低到最低。这样的话，通过镜头的这种角度关系拍出去，哎，就正好呢，就合成这个画面了。音乐部门说说吧。总的来说，我是说我的感觉，音乐还是挺有气势的。对，我说说这个电影里这个音乐的这个事儿啊。又来了，快坐下坐下。那我先说。虽然我也是外行，但是呢，我就挺不喜欢结尾那个那个的。我这么大的年纪，我要求厂长一件事情，我能不能参加咱们的党呢？我觉得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你别光那跟着啥玩意儿了。我告诉你啊，你还真是个外行，在苏联电影中，这是吧，经常起到歌颂的作用。那不是苏联吗？这玩意儿，哎，那干啥的？这顶小江啊，开会呢。干啥玩意儿？反正我觉得光啊，不如那个唱个进行曲啥的，能够表达那桥修好以后那喜悦心情。可不是的。你看看，你们两个又吵上了，让人家音乐部门的人先说说嘛。哎，那个谁，那老，老尹同志，那作曲都是写个简谱，那五线谱都不写，也就是有些那个延安来写老同志不会，说白了也是不会。厂长，我有一件心里的话要告诉你。你还看电影？我演唱的我都没印象，我都忘了溜干净，因为那个歌曲前面是一小段领唱，后边一个合唱。过去的电影歌曲啊，就是一个插曲。老梁处长，你这回可该好好休息几天了吧？仗还没打完了。我在那时候录了两天一宿。到什么程度录的？那个晚上进棚，这上头一边写。一边我们在底下一个一个录，他的呢，听一会儿合不合格，合格了录一会儿又不合格，不行再来。但是他的没事的时候一天一宿，完了又录了一天，第二天又录一宿，根本没睡觉。就是仗打完了，全国胜利了，我们工人阶级也不能休息。我那时候抽烟，点个烟刚搁嘴的还没抽呢，就过去了，就呼过去了。完等一会儿，多亏有个人回来喊：“老爷，你那袖子都着火了，就这个烟呢掉在他妈袖子里。”我还在那睡呢。咱现在说说演员的问题。看来啊，这才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演员。我们演员组商量好了，我们啊不谈，听大家的评价。好，那我先说。这个我事先声明啊，别怪我说话没轻没重，这演员啊太重要了，你说是不是？嗯，是。这演员要是不行啊，这其他工种咋使劲也使不上，对不对？那得分怎么说。你就说吧，我们受得了。嗯。那我实话实说。你看这个戏比较抢眼的是老猴头。看你说我干啥？前方打仗，流血流汗是为了谁？是为了咱们不是那没良心的人呐、啊！毛主席万岁！录音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共识，我们的录音机老了不受用，对我们的工作呀确实有妨碍。那个，我们吧，天天看到那个录音师同志，天天在那磨
呀磨呀，你那磨什么呢？磨东西，铜丝。哎，是那个叫铜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其实这个录音师是吕宪昌啊，吕宪昌呢搞过民主东北的录音，他也没搞过故事片。故事片呢，他来单独负责录音也是第一次，又把他难坏了。我们其实我们用这个光学录音机上的调幅器呢，用的是硬铝丝，可是这种硬铝丝吧，只有飞机才能用，我们根本买不到。买不到？哎，对对对，买不到。所以呢，我们就在变压器上吧，摘了这些铜丝来代替。可是这个东西吧是圆的，那个东西是扁的，就得加工它。四道工序。行啊，老崔，终于查到咱们录音车间六个人什么都不干，停下来都干这一个事儿，就磨这胶卷，就把它磨平磨扁。磨东西吧。如果让参与过桥的人们回忆起来，几天几夜也讲不完。桥在一群生涩的新手手中慢慢成型了，即便是一部稚嫩的作品，它还是赶在1949年的五一劳动节上映了。这是新中国电影的处女作，也是大多数参与者的电影处女作。在以后的50多年里，乔的参与者为新中国电影贡献良多。接触电影，这第一次拍，第一次演，第一次的感觉肯定终身难忘吧。同志们啊，乔润的电影拍得好啊，我们劳模大会的代表看了都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有的都已掉泪了。我们工人啊，终于上电影了，大家一合计啊，决定给你们送面锦旗，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啊。谢谢啊，谢谢啊。